来，想要吃蒜蓉，我慢点发的。你有想要吃点心，我再来卤。我不然要怎？我带后尾蒜蓉一千个野酒。我有看到我卖蒜蓉的野酒。语气你也知道李 K。李 K 不是唱歌的。来，好，你看，吃蒜蓉哦。哦，佫吃高哦，虽然无讲足大只，但是逐个拢足高，一袋百五，两袋三百，然后要吃500块都卖一千啊啦，我大拢发一千个啦，一百块一千啊啦，来500块都来两条哩，来三条哩，来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来六条哩啦，够百唔免，来500块来，鳕鱼500块，六片给你啦，直接给你了，不用等了，来四条。来五块六条，你是要来也袂啦，无来500块来算你，来500块来，你收钱你来啦。来500块来算鱼，来500块鳕鱼，来赶快骄傲嘞！你哪张到的对不？好啊好啊好啊，金哥去算你，金哥去算你。好啦，去我开啦，好，你硬要硬要占遐，你是好。咱好期待呀！两张五百，哈哈哈！唔知笑死啊你！两张给我。伊拢无甲钱啊，伊拢唔知你要创哪位。可以啊，今天早点开会啊，早点啊，来，上楼快点，算你开始，哎呀，进来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二点先点，来，下面看到这里，宝箱今天应该看得蛮过瘾的，宝箱你今天应该看得蛮过瘾的，这是宝箱喜欢看的场合，人比较秀，对不对？宝箱你喜欢看这种场合，对不对？你还拢快点嘞。啊，这边拢关了呗，我咧食有，是无？你阿在关了？台湾鱿鱼啊！台湾鱿鱼，我咧问蒜鱼啦，乖。台湾鱼哦。诶，好，黄鱼好。大家台湾鱿鱼我来。台湾鱿鱼啊。没有。来，拢食了未？食了哦，来，讲完来，啊，台湾鱿鱼来，啊，鱼啊，我变来看鱼啊，来，台湾鱿鱼多上面来。200块的科湾鱿鱼，加温了，哎呦！来，小姐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来，科湾鱿鱼上诶，给你，给你。来，你要我来。来，科湾鱿鱼，各有人无看到吗？200块存一包了无啊？科湾鱿鱼没有了，200块，我刚好卖完科湾鱿鱼。没了，没六个哦，啊，六个都卖完啦，是不是？没得货。无啦哦。今天的场是，今天的场子就是早上延续到下午，早上就是这样，下午也是这样疯狂。我们早上也是这样疯狂，下午一样这样疯狂。对，我冬天的话，一整天都在疯狂。对，他怕自己被拉出去了。来，不是得卖我，得要算你啊。100块这，100块。哎，讲完100块，买要吃五，六个了。拢话你，我讲完免怀疑啊，我咧卖菜，你唔免怀疑，唔捌食过，你搁你看，捌食过人等下等下就随买啊，拢唔免等。来，爱食鱼啊，来1000块啊，都1000块来，我准备变鱼啊，我来讲完。来，喜欢吃鱼的1000块，快点拿钱。4000块。为了要食鱼啊，一个鸟。来，我跟你讲啊，6个客人啊，6个啊。六个人给买着，我鱼啊，尔。我紧赚钱啊！来1000块啦！我咧送，敢若无啥会分。卖了我也要送啊！来，六个人给尔哦。这金汤圆这么大，值天啊！1000块，几个客人拿钱给我？2个哦。我咧看你啊。我今仔鱼啊，绝对是了钱哦，你挂对的啦，无可能搁再对啊。六个人加买会到尔，来1000块得。来，我塑胶袋箱把我给搞。1000块啦。我啦。还在考虑吗？3个。3个吗？来，最后3个了。来1000。你敢知这什么鱼啊？你若唔知哦，你看买得。来1000。3个。1000。目前三个哦，我的料死我啊！3个。唔是我送的，我了我这间了钱啊，我唔是唔敢送哦。
因为现在红沙很贵了，现在黄鱼也很贵了，现在海鲫鱼也贵。四个。我今年买了超过500几块啊，我唔知道，我一千块才什么意义？啊，这三位黄鱼就500，啊，佮我今年买1000超过啊呢，佮车你都唔免本钱啊。来，最后两位，来1000块来。无得无啊，无得无啊，六个。要快一点，最后一个了。五个啊、哦，要不要？最后一位了。小哥买了200块呢。来1000块，只有6位哦。收完了六个。六个收完了。多喝两个，拢可以呢。小蛋姐，鱼啊，小蛋姐，鱼啊，我的包平均一罐，这根本来一定爱我看。都是金老师，阮想伊啊。也有。老师，我手底下无挨着你啊，你怎啊磕落？你是阮老师支持你来的呀？你来看。我看你老师，你看到位啊？你来看了，我应该啊。我这工作用的上高用着，小平好咯。来，他多少生活要吃三百一道哎。小平最近做的，做的还好。哎，我来讲，我赶快变少哦。啊，不过哦，今晚哦要骑不会累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你头家拢骑有钱，一年的，一年的，不会累啊。我对我台面，但是我了钱哦，伊讲不要紧，来不要紧，我了你。要吃的，他多少一道要500，够连着无？一地高汁。三地就鱼仔吃啦，你有要吃，我等你30块好不好？来要吃鱼多，他多花500拍死啊！来300块我来，拿钱快。阿姨300。今仔今摆有你买500，阿姨今仔买300咯。虽然有刺，但是这鱼多做大地，啊鱼多分身刺就袂济啊！来4地哦，你，来5地哦，你，来6地哦，你，来300块来啦，300一多，没考虑啊。你个烤肉你嘛，我嘛无鱼多啊，卖你啊，来4地5地，来6地哦，你来师傅鱼多，来300块，来赶快，300一多无可能安尼货啦，免等啊，来啦300块啦，5地6地哦，你先啦，猪汤多只，来300块啦，4地5地，来6地哦，你来，来300块，谁没拿到？赶快赶快，来鱼多300块，来4地5地，来6地哦，你来，来300块得，进来。来4片5片6片，来最后两位了，来前面一个，快啊，没有，前面了，帮你拿，好，安尼无啊，来给你，好，来好，无啦，黄鱼在我这边，来阿姨搁一包啊，给搁一包啊，来毛多个画画，来跪一下吧，我跪一下吧，加钱哦，我来聊聊，好不好？了了了哦，啊！毕竟咱拢未晓搞潮潮物件，安尼哦，空荡荡啊！啊，无伊夹在走对啊！我拿袂起来哦。从底下徛，哇！你个芦苇呀，小平，夹物件集中啊！你个，我有看你呀、啊，我不好意思说你。出物件，出物件，我不好意思说你最近吃太多了。哎有啊，出不来啦，给你来毛豆200块来，只要吃毛豆直接给你了，来去收钱，两包1公斤啊哦，150，这两包搁落，安尼300，安尼4包，安尼2公斤，5包哩，6包3公斤，5公斤，200了，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毛豆无啊，给你，这色个啊，这色个啊，打开就能吃了，来200块来毛豆，来200块3包4包来。来5包了，包你进来。来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毛豆腐啊。来200块，200，来，他这边来，我们讲毛豆，最好请人给200。拢准备了毛豆。来，谢谢。减肥哦，减肥很简单哦。减肥很简单哦。来，给我包好啊。中餐啊。10点吃早餐，下午。好，毛豆腐没有，先干点好，我从3包上回200了。10点吃早餐，下午4点吃晚餐，习惯就习惯，以后你就瘦下来。哎呀，去抱一下。其他时间不能吃东西。啊，你很慢嘛。其他时间不能吃东西。好啦好啦，你讲。可以，光要两包的，叫我也开得难。来，贵人下班来。吃没完，没来变黑啊！想要吃黑啊，莫走啊，莫走啊！我都是这样弄的啦，我都这样弄。来，贵人下班。我都这样搞的。不漂亮吧？超漂亮的，回去。你要煎米盒，我讲你卖个生啊！这人公司要搞日本，你要点拢生好啊？人家在用烤的。过一下吧。这来这套两地下巴啦，反正他就是500公克啦，几地我唔知啦。这两地行开吼、哦，
差不多400块。对啊，一个月可以瘦一公斤。有没起来？瘦到。来，就掏钱，让给讲一下吧。瘦到好多，一下吧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赶快买，现在下巴缺货了。缺货啦！下巴真的为什么缺货？知道吗？因为真贵，去买拢无头，所以一点无下巴人卖哩。啊，有下巴一定足贵。来，500块先就结了，给这贵一下吧。今天看有蛮多的。来，一百块哩。来，那个爸一样，那一下。来，我就结给你，来500块啊，贵一下吧。一包用煎的，一包用烤的，一包油饼，来500块。规矩，我问看嘛，你有想要吃下巴的吃清楚，想吃的就好了，我没有叫你买。一个要吃的啊，我搁藏袂了钱，但是我给恁搬山油，我轻松我好，我轻松我开碗，一包给恁2公斤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来500了，就姐妹来跪下巴，这样2公斤哦，来500块，没有人会吃啦，我收起来喽，跪下巴500块，来请求姐妹500。好啊，那等公斤500，阿姨里面，里面我上你一包。鲑鱼好吃，鲑鱼真的好。鲑鱼下巴无可能遐俗啦，阿两公斤800块啊，我卖你500，你过考虑哦。好的，好。我去上回我来。上啦。啊，我刚讲啊，无上就讲袂过，无可能遐俗啦，1000块卖无一半啊。来500，最后三个人给鲑鱼下巴来了了，来500块，最后三位了。500块，2包就450了，我们才念单呢。1000块嘛，没我来，我爸好，过来，我们两块下班。好，谢谢。来了，鲜鱼好了。不要拎，不要拎咩？哎，我包准备了，来，你讲好了，好了。来，我们两块来，仙女来，茶庄哥请求一个啊，茶庄哥有没有位置来？来，仙女的，仙女。来，要1000块来，开始。来，阿你肯定，阿你别照看关注，阿你较袂紧张。来，摔倒好，我画坏啊，摔倒我画坏了。来这边，鱼在这边。还有一包后面。这边，有，在这里。包里还有。来这边。来，我很强。哎呀，恁大别照看关注，阿袂做大咩？来，好，阿过来别吃虾啊吼。不要落碗，落碗在前面而已。你要肉丸钱有给我？我是卖给他的，6公斤要5外菜，老师。你很简单啊，你去找一个营养师帮你控制就好了。来台北来看我吧，但是你要严格执行啊，瘦公斤很简单的。那个要肉丸，减重来说。啊，你钱给他，减重对我来说很简单。真的。来，这是贡丸吧？对了，是买贡丸。如果你买鸭肉丸，他马上给你贡鸭肉丸是这个。刚才那个是贡丸。你是觉得自己最近有点夸张啊？所以搞错了。虾皮，你是觉得自己太夸张？对吧？好，我无改改水啊。我外公回去嘞没？买个鸭肉丸，你都不介绍先？他们家你回去嘞？我看有道歉的，我们不要怪他。有接受啊？哈。没事。来，我们吃虾来。都吃买300买500，对不起，现在要拼了。6个客人，4个客人吃，打200块来，200块没三百。我是跟你讲的，爱吃虾啊，你加买两份啊，你唔忙直接买一份200块，吃不饱你来吃。我多买2000来。200块，台北200块来，几个要吃几嘞？来200块来，还白吃200块，赶快动作快，来200块来。来4个。来200块还白啊？几个要吃？幺就宝贝，4个客人，真正4个客人买，我后壁一批虾啊，你免烦恼嘞。来5个。来200块，海贝哦，我真正不爱看。来，贡丸好了，拿上来给我。来，贡丸客过来。贡丸好啊，贡丸好啊，你做啊，贡丸。你做。贡丸。鳕鱼。哎，有加麻鱿鱼。弟弟姐。加麻鱿鱼。来，这个是贡丸，对啊，你买这个的。不好意思，后面再包。来，贡丸最好两个人给100块来给。不啊，2包了啊，最好一包。阿伯伯贡丸的，阿姨伯哈，阿姨来。阿姨伯。哎，等一下还有一包。啊，再一包，一包。包两杯，阿姨拍死一包，他抓两杯不可能啊。开始，我是讲你要搞，要我做阿姨，好啦，阿姨，我那个套亏了，阿姨，
没看秀也好啦。来，啊，要吃帅多呀，哈，袂乱袂臭臊，来，要吃两百块啊都。鲨鱼肚腩超好吃的，但是你要切个细点就超。叉 Q 算了，辣椒叉起来，最后加大块快叉姐来两百块啊都。200块来鲨鱼肚，刚才没有买到的快点，最后一盘了，别了好了，来两百块来帅多。你吃较紧的啦，后壁无帅多，别你那啦。大你无买这哦。有滴吃过就袂遗憾啦，咱老大拢吃新的啦，新的甲提叫阮老大啦。哎，两百块左右，一千二十分钟也要对啊。拜拜。好啦，明天见啊，对。哦，来两百块来一桌，这帅多正经好吃呢，恁真正袂当买哦。这袂乱袂臭臊，你茫讲叫帅，安尼你会惊？这炒起来，我讲真嘞，这你外口吃足贵，非常的贵，我绝对买两百，你绝对买袂着，偌贵。这切起来一百块啊，不是切好一百块，是来刮擦。都挂对叉，挂对快叉，叉丢算了。来，时间到了，再来工商服务时间。工商服务时间。脸书的朋友 ，YouTube 的朋友，看一下上面有写新达港王中华。来，新达港王中华。老婆，你来熬抓不要接我零叉哈。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，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，你 Google 一下。Google 一下哈，新达港王中华。Google 一下，我们在 Google 的地图有定位哦，我们在 Google 的地图有定位哦。来，最好铁人给摔多，来前面小心了。哎，小姐你又回来了。Google 以后就沿着 Google 的地图过来，就知道我们在哪里。沿着 Google 的地图过来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。好，结束。掉啊，偷钱去抢你，你唔抢人，去掉啊。都得得，冲冲冲啊！冲冲冲！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结果。红姐，后抓你要搞买两百，有一半你要做搞买啊？无可能一半买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了，没有了，太多，超多的，还没有买的，赶快了，这个我亏本了，我问了不要钱。来，还没找机会放桃，算你桃得过啊？姐 ，OK， 哥一箱 OK， 哥一箱了。因为我们出两箱不是吗？好像你前面有卖掉不是吗？哪有？来，各位观众，瓦币，阿多来照哦。瓦米，阿多哥，这个要买哦。瓦币，我端午计价消耗价，一袋八十，满的诚意的月亮虾饼，真正好食，三袋，来我要吃三，没三百，两百块啊。不好意思，两个客人而已。以后吼，这月亮虾饼吼，我卖恁安尼吼，真正无赚钱啊！三袋两百块来招两个人去买，满料的月亮虾饼，最后一位了。阿姨你要什么？真正足够的，这一袋够人三袋去啊！带恁两个买无啊？一个人四片给你，真的好吃。来，阿伯吃帅头哥，确定无啊？香麻鱿鱼啊！我确定我出两箱。我不到买那一箱吗？我也忘了，不要紧，春节呢，我了了。来，有要吃鳕鱼头刀来，有大块无？老板椒麻鱿鱼。这上面下巴要带，这是蒜泥的下巴，鳕鱼的下巴，一只鳕鱼只有一个下巴，而且要很大只的鳕鱼才有这么大块。来，卖卖1800，有要吃蒜头都会来，500块，变来300块啊，300块来。拿钱快点！怎么煮啊？你鳕鱼怎么煮？下巴就怎么煮。清蒸、红烧、糖醋，哦，做红烧都好吃。来沙巴后来煮，好，存下来哦。来两个。这怎么撩起的啊？所以我们管你够不啊？我带个贝贝去拜我大瑞瑞。来。两个变了。还有人想吃吗？不是500哦，来300块而已哦。好啊好啊，好啊好啊，吃吗？吃吗？四个而已，好吃，回来。烧完了。你都无找着，好多所以你袂当去收啊。我这边全部。然后想只大地，只500块嘛买无？全部都了这里。哇，这真正是大地，何必见面？你咧落较细个好无？叫了马叔那边，来带起来。我只爱去甲你砍下，甲落下落呢。过来，给你看下来。我翻译。来给我。我翻译。无啊，大蒜，我搁切块麦。过来，也要这个啦。哦，你也会关掉哦。啊，你上你也会啊。
来三百万，明仔再来看好不好？小平啊，现在要瘦身。有酒桌的。小平啊，这半年要出现瘦身。来，你干嘛买啥？他决定要跟他女儿。拜拜五，你唔忙。拜拜一、拜三、拜四，我是无叫你拜一、拜三、拜四。要把身材。来，比较发财，来，弟弟妹。他决定要把身材弄得比他女儿还好。超漂亮的。他决定要说，到时候跟他女儿站出来的，哎，分解酒。来，起来，我给你蹲地上，等下明天不会摆物件。那个空盘子上面都可以搁东西哈，你敢坑也不要紧。来，阿妹讲帝王蟹棒来，掏出包，好，你家来。手虾有一点哦。好，来手虾，帝王蟹棒就能搞好。有一点哦。怎么吃？不用煮了，你别煮东西。